係邊度嚟嘅咧？係古仔嚟嘅，係講古仔。當好多嘅同學互相咁樣分享呢啲古仔嘅時候咧，而啲古仔係不斷咁樣傳播開去咧，咁呢一個就係一個感恩文化嘅建造嘅開始。當他們去慢慢學習要感恩，首先都要去有些分享，可能老師又以身作則這樣的時候，小朋友他們是開始多了懂得欣賞別人。我們覺得其實是教感恩是令到小朋友去學識，無論是很多東西不 是必然的，很多東西在身邊裡面出現的，無論是同學對他的好，服務他的人，大自然，甚至是很多微小的東西。作紙咧就係一個教學活動嚟嘅，我又想大家做一樣嘢嘅，就係揾出究竟佢設計呢一個感恩教學活動裏邊咧犯咗啲乜嘢錯，圈曬佢出嚟，揾曬佢出嚟。好啦，然後咧，我哋跟住咧就做一個咧就係教學活動嘅設計。呢個教學活動咧就形式不限嘅。教育嘅教學嘅目標咧，就係要等學生體會到學會到感恩。